客家文化主题公园。客家，一个以客为家的族群，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之后，稳定成了一个族系。客家民族在台湾北、中、南部都各有一定族群。为了要让后辈了解关于客家文化的传统与历史，客家文化主题公园于是应运而生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内还有四公顷公园绿地、客家文化中心、客家音乐戏剧中心及跨题观景平台等，从中介绍关于客家族群的一切衣食住行娱乐。此外，客语对于客家文化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客家人素有宁卖祖宗田，莫忘祖宗年的祖训，而近年来台湾客家委员会对于推动客语发展颇有贡献，也使得更多民众对客家文化产生认同。